Casanova 的东西，巴山诺瓦，就比较轻松，然后比较可爱的曲风。那我们那时候找了一首歌曲来做实验，哎，没想到很成功呀、啊，不小心的，所以就放上我们的甜甜乐团歌单。那这首歌的原曲呢，叫《李香兰》。你们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周星驰的一部电影？有吗？《金枪客大战零零七》啊。里面有一个片段，就是周星驰这边捻着一根烟，然后弹钢琴，就是那首歌。中文翻译呢叫邱意浓。那非常非常多的歌手，有唱过、翻唱过这首歌曲，那也很成功的放在他们专辑里面，然后都改编过。那这首歌当然被我们也是被我们甜甜乐团拿来做一个小小的改变这样，那希望你会喜欢这种歌。好，这首歌叫邱意浓，希望你会喜欢。先，我插的话，今天的歌单很讨厌，你的曲风选的太多了。单纯一点好不好？好吧，啊，甜甜乐团就是很复杂的乐团呢、啊，你们的心情那么复杂呢。哦耶！还是你们调试不过来，一下在古巴，然后一下在美国黑人，啊、突然又跑跳到巴塞罗那，你们会不会不习惯？不会啦，现在交通很方便。高铁方面还是高速公路？飞机。没有。提问观众啊，现在几点几分？六点啊！我等一下唱一唱，我要吃药。痛风。好了，让你唱。来这首好听的《秋意浓》。
看那部片，他没有点烟。啊是啊，哎，到底，他就点烟的。我有买周星驰自传。